我倒不相信有啥用了呢？我搞侬搿没用啊，没用啊！哎，我搿能介，侬再搿能介没用，我老哎，侬懂吗？我搞侬有啥来头呢？那我搞侬没啥来头，侬先死脱几盘了？一盘、两盘、三盘、四盘、五盘、六盘死脱了。六盘啊嘞，那搿搭还有几盘嘞？我搿侬讲，我今我最近三个号头，我叫没生意，有生意我勿会得侬只奖金，侬哪能得我只奖金呢？这个距离在实在太别太远了，侬晓得伐？光帮忙，侬平常光侬怎么过侬？好了，光帮忙了，我叫巧呀，好吧？我没办法。我那个算门三个号头没人考过了，哎，那侬出牢吧？我讲没人考，这个侬马上就考，马上有人考，我真的碰到出牢了。哦，小宝到哪位的？一次的老板，侬到哪里上的？没，小宝到哪得来过啊？小宝没来。小宝没来过啊？小宝们只有两场就会得来个。小宝平常碰到事体了，出事体了，出事体了回来了，为么要吃饭到楼下来？别个哪能会得来过呢？跑出去一天也没回来，一天一天也没回来，侬真的属于胆子大哦！你小舅跑到山上去，不是侬屋里是不是发生过啥个事体？发生过吧？没啥事，没啥事，真没事。打扰呢。我到别个地方去。打扰呢啊。这个不对，这个怪。打扰了。你这个紧张了不得了，好像有事体嘛。这个腔调好像有事。不是，小宝一天也没回来，不要出事体哦。也不对，不大。那侬倒不可能。啥小军外头一直白相惯个，弄了不好了看电影。白相惯了一天呀，夜已经寻到了屋里来了。不大可能，不大可能。我倒侬讲，侬像阿拉儿子李牧师，对吧？也是出去一天呀，碰着落雨天，山浪巴拉当拐下来，就拐断它。万一小军只头拐坏它，哪能办？小军外加头大了些。哎，头拐了，等拐了块石头高头，倒下去吓人了。老将蹦出来，蹦出来，那么碰着巨了，那么就碰着大头巨了。那不要烦了，快点去寻陆小宝，搞得啥？哎呦，快点去！你啥叫小军啊？啊？侬哪能来了？啊？侬今朝到啥地方去啊？伊来过了。伊？哎，啥伢伢？就阿拉爷呀。侬倒晓得个嘛？啊？侬讲到底发生啥事体？啥的？咦，小军是？咦，啥的？对。不是，侬啥事体？侬啥意思？侬讲，侬到底发生啥事体？今朝啊，不要今朝，下趟阿拉三个人就不要出去了，我不出去，哪也不出去，好吧？哎，就讲阿拉三家头一道，大家闷死，寻死阿拉三家头都在闷死啥的。不，侬好叫同我讲，到底屋里发生啥个事体？好叫讲。我里向蹲不下去了。屋里蹲不下去。蹲不下去啥？哪能叫蹲不下去？啥叫蹲不下去啊？啊？侬讲到底发生啥事体？阿拉爷娘。那爷娘哪能？要再养个小人。再养小人不是蛮好吗？蛮好。蛮好。但是。伊拉不要我嘞，老公。我刚才好事体不是？啥事体啊？我先问问给他。奶奶。阿拉有嘞，阿拉两个小宝宝。小宝，不是我跟侬讲一下啊。那哪能噶自私了？侬太自私了，老公。不是，阿拉噶许多年数都过来了，好吧？就搿能介蛮幸福嘛。幸福啥物事？幸福了？我搿十年做了十年医生妈妈，我没小人哎，哪能里向我了？老婆，侬呢？为我考虑，也为小宝考虑。小宝，就侬早就晓得小宝，那哪能噶自私了？光想着拿自家，想过我吧？我等侬讲，侬跟人家讲，从今小宝我不认了，我一定要养个小人，我必须要养下来。哎，老婆，嘴巴也关上了，小军做帅哥帅哥。哎，陆小开，哎，这个调子是侬写的？对呀。侬哪能写得出这种调子的了？啊，噶小小囡，哪能会得写出噶狠的调子了？啥嘛？哪能写？侬听了不要吓。啊，侬讲。侬真的不要吓。既然衲不要我了，葛么我就走了。但是，就算我走了，衲不要想生下这个小囡，要不然，伊个生日就是我的忌日。我要让衲内疚一辈子，小宝。你想想看，啥叫侬要忌日？忌日侬阿拉告侬上坟嘞？忌日啥叫忌日啊？啊，还要吃青豆啊？吓吓伊拉呀！我哪能可能呢？为啥来下这个么子？搿么侬讲吓吓伊拉，为啥来下这个么子？我就是不想伊拉生了个小人。啥体啊？我弄不懂侬个闲话，我听不懂啊！为啥道理搿小囡养下来侬会得不开心？侬讲？哎，哪勿晓得？我跟妈，
不是清爽的呀。媚娘，啊，搿倒我第一趟听到。倒看不出来。啊，我跟媚娘好。待侬老好。待侬好好，我跟侬讲。迭个娘不是侬的亲生娘。对呀。哦，伊没养过小人。哪能桩事体？侬哪能桩事体？侬讲。前天子我还没离开屋里向的辰光，我听到阿拉爷娘辣盖吵相骂。怎么现在讲啥？如果侬不让我生个小人，我就不要老小宝了。没啊。如果不弄这个小囡养下来，就不要弄了。对啊，伊对了阿拉爷讲啊。哦。哎，我来呢。后头来我就想，侬不生个小人，侬也不要我了。侬生了个小人。哪个伊是亲生，我又不是亲生，更不当我当回事体了。搿啥闲话了？勿是勿搭讲了。我万一得侬养个弟弟妹妹，侬现在有逃伴，勿是老好事体嘛？我勿管，我勿要啊！侬勿要，侬准备哪能呢？哪能装贴啊？我要么啊，爷叔，我要过房拨侬，算了，好勿啦？我姓陈，我叫陈小宝。勿是，我倒过来过房拨侬好。啊，我过房侬。勿是，我叫侬爸爸。爸爸，你小人叫爸爸已经叫上去了。爸爸，那么我觉着搿桩事倒是可以的。勿是，勿可以。勿可以的呀。勿是，因为呢，伊过房拨侬，那么伊是侬儿子。啊。那么我呢一个儿子，侬一个儿子，阿拉勿要再抢儿子。一个儿子我会的。我的儿子，侬过来。侬勿要瞎讲呀。勿，过房算了，过房就算了。侬想呀，我平常辰光就来跟㑚搭吃饭的。对个。现在方便了，就多少困的地方就好了呀。哎。困了阿拉地方小，侬困了啥地方？困了阁楼呀。我过来么总会困上高头了。我法院呀。哦，法院头啦。哎，那么我呢？侬地板不搞那么好嘞？哎，有地板，那么我困了啥地方？侬麻烦点，要么抽斗里向。我困了抽斗里。哎，侬再把那个药品进去，侬当我装了的。我想得抽啊！侬烧香管烧五脏了，这。跟我没地方等了呀！我不管，我就困了的，我困了的，我困了的。哎，补起来。哎呀，怎么？小宝娘，侬也不要搿能介哭了，你吃口茶伐？我又没办法了，我有的小人，我总归想养回来呀。我毕竟四十多岁了，有了我就想养了。讲到养小人，我又要讲侬了。红章跟我讲的，伊讲当初那两家头结婚辰光，侬讲好侬不养小囡的，侬辣末啥头都养了，侬讲红章哪能想？真的想叫侬帮帮忙。哪能帮法呢？侬讲呢？侬讲呢？哪能帮法呢？我没啥办法呀。伊非要养呀！现在芝麻跑脱了。衲老婆如果要养小囡，衲儿子老小宝讲了老清爽，伊肯定要离家出走，不要等了这个屋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呢，侬一定要劝劝衲老婆。侬想想看，衲老婆几岁了？啊？不是，我劝过啊，劝了没用啊。不是啊，小陈，侬不晓得当初的情况，因为当初我太欢喜红章了，我不是不会得养，我会得养啊。实际上我不是不养，我搿几年来侬晓得勿晓得？我吃的中药堆起来像如山一样的，我就是勿为了勿养小人哎。侬要得讲了，要讲了结棍眼个呀！我讲哎呀，有生命危险，侬心里要有数啊！侬已经有儿子了，对伐？拿老婆介大的岁数，小囡勿一定养得出，就算养出来，迭个小囡质量勿一定高。对。所以侬得讲啊，对伐？所以我主张，迭个小囡绝对勿养了。我呀，不好养。我觉着我一个女人，我有得养小人的权利。对呀，一个女人到这个世界高头来做啥？就是呀。红妆的，我去搞一搞。嘿嘿，你回来啦！这样我出去了，事体统统搞定。我同侬讲，侬要出去才搞定事体。我等了屋里向事体已经搞定了，陆小宝屋里个桩事体统统摆平，全部摆平，摆平，统统摆平。小女养出来就好了，事体没了。哎呦，妹，侬刚刚句闲话再讲一遍，侬再讲。不要看旁边啊！侬刚刚句闲话再讲一遍，刚刚有啥意思啊？我讲小囡养出来就好了，事体没了。侬瞎讲不讲？小囡只要不养，这个事体就没了。侬瞎讲有啥？侬瞎讲有啥讲头了？小囡哪能好养出来？养出来不要闯祸啊！不，小宝娘，我跟伊讲好了。侬跟伊讲啥么子啦？伊呀，真蛮作孽的。哎，我觉着这个小囡啦，应该养下来。那因为啥道理？伊讲这个一个女人啊，到世界高头来一趟不容易。哎，女人总要养小囡的咯。哎，到世界高头来就来养小囡。哎。我觉着这个道理对，那家侬看小宝了娘，人多少好，待小宝好啊。小宝外头受到欺负，娘总要出头搞伊帮忙，根本看不出媚娘。
像自家亲娘是一色一样一色一样。我老同情伊，我觉得这个女人应该养个小囡，屋里事体又没了，就是小囡就养下来，哎，养下来事体没了，就事体没了。哎，大家，我觉着小囡养下来闯穷户了，侬瞎讲啥讲头了？侬想想看，第一，啊，这个小囡如果养下来，这个陆小宝要离家出走，小囡的生日就是小宝的忌日，侬看到过张条子的？第二，小宝这个媒娘，啊，这个媒娘几岁了？养得只养不差了，不要去讲伊哦。不，已经肚皮里了。啊，肚皮有，这个就高龄产妇危险了，不得了啊！万一辣辣生小囡的过程当中碰着危险，哪能办啊？啊，这个最主要一点，如果这个小毛头割了刀，当落地，哪么闯穷户了？是的。这个小毛头就是矛盾的焦点啊！现在小毛头辣辣肚皮里，屋里向一家人家已经闹得来、吵得来，不得了，翻天覆地。这个小囡养下来还得了吗？肚皮里有了嘛？不养，侬不对。我懂了，有也要弄脱，有哪能弄脱呢？侬哪能没办法养下来要闯户的，侬晓得不？闯啥户了？哪能个闯户了？哪能闯户了？侬哪能一眼不懂的了？侬有同情心的。侬有同情心不了？我哪能没同情心了？侬讲我来个套路对吧？侬讲我来，侬哪能？那到底是生还是不生？哎哎，阿娘，要生哦！啊，那阿娘，这一定要生。阿娘也讲要生，这个我听不懂了。哎，哎，这个阿娘，侬不是陆小宝是侬孙子吗？哎，侬已经有孙子了，那么为啥头里还要生一个呢？哎呀，侬听我讲呀，侬讲，搿里向呢，真的是啊，都讲不清爽。哎哎，当时啦，阿拉迭个儿子啦，就勿大听闲话。哦，伊得迭个哩啊，就私定终身。哦，没结过婚。哎呀，我也不欢喜的。哦，阿拉讲起来，总归应该名媒正娶，对对吧？父母足子，对，你事实是我私定终身。哎，那么我不同意了。那侬想想，伊拉搿种屋里，但阿拉屋里哪能配法？门不当了，户不对。对对对对。哎，伊拉来个墙桌子，东边西边掘出来。哎呦，哎，搿居然还我哪能办法？对对。好嘞，肚皮掘出来，搿孙子总归是孙子，哎，搿么生也生出来了，我总归还要接受的。嗯，儿子眼睛讲要是伊个，搿伊一定讲是伊个，我又没办法去逆个了。对对，阿娘讲的对。搿么收下来，搿么搿媳妇我是不要的。哎，媳妇不欢喜。搿个媳妇不灵个呀，搿么搿个媳妇哪能到阿拉屋里来？不是明媒正娶个生的，搿种不属于正宗孙子，啥人晓得？搿里向有几股乱七八糟事体啦？搿老，那么回过头来讲，阿拉现在，现在的媳妇，阿拉现在的埃珍也交关灵，就现在媳妇叫埃珍，埃娘，老板娘，伊嫁过来十多年哦，为了因为伊老欢喜阿拉儿子。我对伊讲个，孙子我有了，免得今后前朝媒亲犯花头，对对对，侬勿好生个。对个，伊当场答应我个，大家讲清楚，伊讲保证勿生，勿生小囡，哎，勿生小囡，所以侬看，结婚十几年没生过啊，生过啊，侪是吃药，一碗一碗汤呀，吃了勿生啊，伊勿是勿会生。咁么现在哪能十几年勿生嘛？现在这个，咁么伊嘛想停下来，哦，伊也停脱，年数吃下来嘞，所以伊也勿好停个啦，一定一定，也一定嘛，那么要生小囡了，生小囡嘛要闯祸了。那么肚皮里有了，咁么又跟我讲，搿侬想想看，哎，滴滴亲，滴滴亲，明媒正娶个宝贝，我哪能勿要呢？对个对个对，我一定要呀。对，阿娘，我对勿啦？搿老我想要被生下来个。媳妇好，生出来孙子我也欢喜的，哎，对吧？那么
小宝嘛，下去来种是阿拉儿子的种啦，种阿拉陆家门里的种咯。咁么哪能办呢？不欢喜归不欢喜嘛，我也拿一撮三寸羊刀割头了。侬的意思啊，我基本上已经明白了。讲清楚。嗯。我现在最后再问侬一句闲话。嗯。侬觉着迭个小囡到底养下来，还是不养下来？哎。养下来。我约束了，走吧，阿娘，送侬回去。好，来来来，趁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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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啥呀？那那个毛病得了，儿子也这样了。那能跑哪里？又在趁事体了，趁事体。不是，是趁天了。趁啥事体了？啥天？小宝被绑架了。啊？被啥人绑啊？小宝被人家绑架了。喏。被啥人绑啦？香蕉陆小宝说来。小宝啊，侬要紧吗？啥人能帮侬这里啊？小军啊，啥条路在做啥嘛？什么？小军啊，侪是侬自家查出来事。你在哪能搞的啊？侬一年到要讲出事体了，出事体了，那么那，那么真的出事体了。哎呀，那帮得人家种子一样。那个像这啥个种啊？侬看，把米种啊。哎，侬看，比我细心嘛。侬讲呀，再打啊？啥人啊？刚，哪能帮侬了？你小军啊，我知了，知了。同啊，刚了，刚，同啊。啥人帮侬啊？啥啊？侬讲呀？啥人帮我了？啥人帮侬啊？是我，娘开！哎！不不，有闲话好讲啊！不，侬忙忙忙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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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要了！哎，我，侬啥的？侬喝啥么子喝？啊，我看见导游喝了。侬喝人家那啥那儿子侬也喝了啊？毛病！别讲这个女是啥人？可是丽丽，丽丽，丽丽，我老早的女朋友。哎呦，小宝的亲生的娘。哦，亲娘。小丽啊，原来是侬绑架了自家儿子啊！哎，丽丽啊，丽丽，侬听我讲一句，侬听我讲一句，侬晓得侬现在在做啥，侬晓得吧？啊，侬在犯法了，侬这个要吃官司，侬晓得吧？我同侬讲，侬第一，侬是绑架罪；第二，侬现在这把刀捞了海，我同侬讲，侬是杀人罪，到房屋来，房屋来，来，小陈，刀去捞他，动刀动枪了，吓啥么子？你脑子正常啊？侬放笑了，犯罪了。对了，侬也是叫丽丽啊，啊，嗯，小宝是侬的亲生儿子，对吧？侬看看，那两家头曾经的情人，对吧？两家头没结婚，养了迭能个小囡，侬为啥道理要杀小宝？讲，我是啥人啊？我做啥要讲给侬听啊？我啥人？你又很不不得了，以上个啥人？我啥人？我没事听到过啊，听见吧？你有张宝，我就是张宝，我和警察就关系好了不得了。侬现在这个行为，我跟侬讲，侬没碰过小宝，叫了侬抓起来，讲，侬为啥都要杀伊？我是张宝了，我就讲给侬听。讲，侬又没冤罪哦，我当时跟侬两情相爱，才俺娘出山了，小人离开我肚皮里，我跟侬讲我要结婚，俺娘娘反对，一直反对俺来结婚。但是我叫侬已经跟侬讲了老清桑，我讲我老欢喜的，小人被伊生下来，侬讲不要，俺妈一定要把他分开来，最后没办法了，最后我哪能办法呢？我俺妈已经不把了蹲了一道，最后我把小人自家要生下来，生下来以后我想自家打，侬又不肯帮我打，侬俺妈已经不肯不打，家里条件好，讲我条件不好，我困难，好算了，我就讲我小人。把了肚皮里打了海生病是不方便，我一个女儿是比较辛苦，我就不拿打了过去。啥你晓得打过去的辰光，那结果是搿样子的。你晓得我多残酷啊！侬讲打了小人，是打了难听点，小人哪没打好，打了给搿样子，侬讲是吧？我蹲了外头多辛苦啊！晓得哪搿样子辰光，我肯定勿拨㑚打的，我肯定勿拨㑚妈打过去。一切一切侪是㑚陆家门逼了我搿样子啊！小宝阿拉对小宝真的蛮好的，拿伊养了介大，侬是一个做妇女的呀，侬原来侬哪能可以领小宝？要是小宝交给侬的闲话，叫伊哪能抬头做人？侬想想看，像搿能介个小囡，真乖要让伊好好叫个长大啊！我的孙子啊，我哪能会得肯给侬呢？侬是一个妇女啊！侬别瞎讲，我啥辰光做过妇女啊？侬别瞎讲我，我跟侬讲，我打死给那儿子吓
做妇女大概是老早，就是讲当时小宝养下来的辰光，伊不是妇女。丽丽啊，我求求侬嘞，我求求侬嘞，我错嘞，我是错嘞，好吧？所以我求求侬嘞，侬不要搿能介样子。反正伊也是个女的，也蛮残酷的，嫁到阿拉屋里十几年，对吧？照顾迭个屋里，伊对那个儿子小宝也老好。对我照顾了也老好，对红妆也老好，阿拉个屋里伊照顾了我默默。今朝子伊嫁过来十几年，我还一直不允许伊生，对吧？叫伊吃药。现在伊已经四十多岁了，肚皮里已经有了，侬就原谅伊吧，就让伊生不好了呀。我就不是女的呀，伊求求我嘞，我也总归要心软吧，侬让伊生了一个吧，好吧？让伊生一个吧！我当时哪能求侬啊？我多残酷啊！我忘了哪个孙子啊，来肚皮里呀！我多少苦苦哀求侬，侬答应我吧！我还是把侬跟那儿子出生了，把我赶出屋里向，还是风雨交加的辰光，多残酷啊！无助啊，走了马路高了，一个人都没理我啊！真的无助啊！侬现在想求我了，我当时哪能求侬啊？丽丽啊！事体啊，已经搿能介样子了，搿侬讲哪能办呢？对伐？侬讲，侬想个办法出来，我补偿侬。哎，你介大年纪了，听侬讲一句，侬讲。哎，好，办法老简单。哦，那老简单，挺好，来啦，侬讲。那全部侪辣盖哪啦？老简单，我先拨伊塞脱，我自家死。哎呦，不来塞个，不来塞个。我要朗朗上上，什么叫人间悲剧，让人后悔一辈子。你说啥个闲话？你说啥个闲话啊？侬？侬有得啥事体可以冲了我来？我跟侬讲，侬没资格跟我谈，侬搿只女人真个不要面孔啊！我二十年前跟伊本上老好啊，就是侬出塞阿拉两个人。二十年后，我跟阿拉母子两人好叫断句了。侬现在又想出塞阿拉？侬好啊，侬搿只臭女人，侬搿只不要面孔的女人，红颜祸水。好，我今朝就杀了。哎，侬做啥？侬做啥？你做啊？我要杀他！行人弃子。哎呀，李先生，李爷衣裳。哎，侬啥的？侬李衣裳啥的啦？不是我李衣裳，我去寻小宝呀。寻小宝做啥啦？小宝一个号头不晓得到啥地方去了，没来过嘞。一直来嘛，侬嫌伊烦。现在一个号头不来嘛，侬去寻伊了。这个没办法的。伊屋里有屋里的事体。不是，伊做个叫公阿伯来呀。叫公阿伯么哪能呢？讲，咁嘛阿伯么做个心里还想着。咁侬就认伊儿子。咁不认，认不认是另外桩事体。我做个自家么子整理整理。我小宝，我跟侬讲，夫妻来得个好了。比阿拉李博士夫妻好了，好了多了。小张都想看一个儿子，两个妈。阿拉博士呢？博士一个妈都没。不，两个妈不是那吵相骂，巴拉巴拉吵得来一塌糊涂，有啥好了？有啥好？有啥好嘛？不管哪能，总共两个妈。哎，对吧？那么阿拉李博士阿拉一个李博士，两个阿爸，一个阿爸，两个，一个我阿爸，我阿爸，我搞侬不得，我阿爸，我阿爸，侬我不搞侬脏，我不得侬脏，我都真有啥了，真。我到侬讲，不管哪能讲，小宝伊拉这个亲娘实在太过分了。哎，过分是过分，太冲动了。是。拿把刀到阿拉屋里向来，要杀人，不吃官司又贵了。搿种人啊，应该多吃两年官司。不过我讲出来，伊这个啊，下到了这个手，我倒没。所以我怀疑，伊是不是嫡亲的姆妈？是呀。小宝来了。哎，个。哎，侬，哎阿姐，你好你好，哎，阿拉不认得侬啊，你这个哪到了屋里来啥的？我是丽丽，是小宝拉妈妈。哦，丽丽，小宝拉妈，小宝拉妈不是捉进去了吗？不是给他打多好。哎，我刚刚监狱放出来。哦，监狱里放出来到阿拉屋里来啥的？那为了阿拉屋里向事体搞了老辛苦啊，对吧？我也误会那两位了，今朝真心真意来讲。对不起啊！不要客气，没关系的，搿事体过也过去了，无所谓。我现在妇女勿做了，我到纱厂里头工作去了。没，这个妇女啥地勿做，啥地要到纱厂里去？妇女也好，帮我擦擦，帮我擦，帮我擦擦，勿是蛮好嘛？哎，侬勿晓得，因为为了阿拉儿子嘛，伊人大了嘛，传出来难听嘛，人家讲㑚妈妈哪能做妇女的啦？哦，搿面是搿道理。哎呀，其实这个侬这个太担心了。第三张跟他讲上，打着口信，把小宝，妈妈上趟不是有意伤到伊啊，
伤到我心老难过，夜到一直没困好。侬跟伊讲声，跟伊讲声，妈妈对不起伊了。晓得了，有数了。好的，侬放心好了，好吧？口信阿拉肯定跟侬打，肯定跟侬打到搿口信，好吧？好行哦，这位，这位，这位。还有，小宝，哎，拿儿子来了。哎，小超了，一个号头不来，哪能今朝哪能那么上头出现了啊？侬哪能到了我？到啥地方去啊？啊？我一个号头。伊在那个街道门口就等伊。那街道门口等伊啊？我就为了看伊一眼。但是，伊今朝刚刚放出来，我也来门口等伊。我看到伊跑到衲屋里向来了，所以我也就跟过来了。刚刚那个门口头，衲讲的闲话，我才听到了。那么侬今朝来，最主要啥个目的呢？今朝来，我主要是想完成一桩廿几年来我一直想做的心愿。廿几年？廿几年心愿？啥事体啊？啊？我想。哎。我想叫伊一声。真的懂事体，真的懂事体。好了，小宝，来了侬面前的，就是侬的嫡亲姆妈，叫。妈，小宝，妈，小宝，妈，小宝，小宝多少痛？懂事体啊！你干懂事体啊！我懂事了。一个妈，一个小宝，妈，小宝，妈，小宝。侬寻死啊！侬暴露我啥体啊？